赏冰玩雪到龙江，由黑龙江卫视与一家韩国公司联合制作的全国首档明星冰雪综艺真人秀节目《冰雪新动力》昨晚在哈尔滨正式开机了。冰雪新动力真人秀节目联合中韩人气明星加盟，选择最能代表黑龙江冰雪文化的亚布力、雪乡等景点拍摄。我相信如果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冬天的人，或者是经常穿着背心过春节的人来看一看这个节目，你会感受到一丝寒冷，然后当节目看完的时候，我觉得温暖会由心底油然而生。这种合作이라는부분이중국의고유문화의부분도있고방송환경의부분도있거든요그래서한국의그런부분들과합쳐져가지고한중문화가조금더발전할수있는그런계기가되었으면좋겠습니다我相信这真的是一场冰雪盛宴，也是一次综艺盛宴。节目通过真人秀竞技的方式，看明星们如何战胜冰雪，挑战自我，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黑龙江的冰雪旅游资源及冰雪文化，是一档集合竞技性、娱乐性、体验性、服务性为一体的立体式真人秀品牌节目。